香港西藏电影节的组织者。你们好，我叫杨建立，是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兼公民力量义工，非常感谢你们举办西藏电影节。长期以来，由于中共当局洗脑教育，许多华人不了解西藏的真实历史、文化、宗教和藏民的现状，以至于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歧视，在客观上成为中共在西藏实施政治压迫、经济掠夺和文化灭绝政策的帮凶。前不久在达兰萨拉，在为众多的藏人自焚牺牲而感到极度痛苦，并在他们的精神激励感召下，我发出了就西藏议题开展全球真相之战的呼吁。西藏电影节就是重要的真相工作。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宣布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相，那就是我是藏人。是的，我是藏人。因为今天谁看到了藏人生命之躯燃烧的一团团烈火，而其灵魂又没有麻木，能说自己不是藏人？今天谁听到了从这一团团火焰中传出的悲天悯人的名唤，而且仍有心去爱，有脑子去思想，能说自己不是藏人？是的，今天我们都是藏人。再次感谢你们举办这样的传播真相、提高华人及全人类文明水平的活动，预祝香港西藏电影节成功。